北约多次公开表示，北约作为区域性联盟的地位没有变化，不寻求地理突破。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，也不需要建立亚太版北约。我们看到的却是，近年来北约不断强化同亚太国家联系，到底北约意欲何为？国际社会，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，应保持高度警惕。东亚是和平稳定的高地，合作开发的热土，不是地缘争夺的决斗场。由于近代军国主义侵略那段历史，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。日方应该做的是认真汲取历史教训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不要做破坏地区国家间相互信任、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。